6969-3173 6969-3173。另外播送一个紧急通知，领天空调为减少用户的烦恼，所有领天空调的新老客户在今明两天内将空调制冷温度调至20度，如出现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，公司将速派服务人员上门解决。买空调到领天，称心安心放心。买空调到领天，称心安心放心。公司地址：南门路141号电信大楼对面。联系电话：6969-3173，六九六九三幺七三。崇明人民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现在继续请听长篇故事《特工行动》。这一天的下午，宋玉良两手叉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大步，军用棉皮鞋跺着地板是咚咚咚。你是副站长，就得恭恭敬敬的为站长做事，做那些站长不愿意做的事，你懂吗？唐烨原先答应，像审查嫌疑人犯都要确实，还有要管好站里的一切内务。